Hello guys， 欢迎回到果斌的 YouTube 频道。很快的来到了六月，几乎变成月更的频道了。终于等到端午这个连假，才有空整理这些过去的素材。哦，对了，那也因为我的个人脸书在6月27号的时候被官方停用，所以这几支影片发布也拖了点时间。那其实我这支影片拍的这一周也没什么啦。It seems that storm is coming.然后稍微提一下，就是现在的脚本录制时间是七月底，七月三十一。那其实已经接近八月了，我没有想到说脸书账号这么晚，应该说。基本上目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，可能要不回来，再也要不回来的状况。那我原本是预计六月底，那时候端午连假剪一剪就上，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以后，更加拿不回来，所以呢，就索性的干脆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它弄一弄，然后赶快丢出来。OK， 那照样是上山跑跑，然后顺便去重训，然后假日就跑去 FF。拍个猫咪哦。对了，上集不是说没有买手套吗？那这不就来了。然后在等了，在路边等了学弟一个小时之后，等不到人，就只好自己先去找手套了。哦、我是来到这一家 Louis 来买的，在华山大草原旁边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过来看哦。时隔好几个月，自从摔车以后，我就没有再戴这种春夏秋的手套了。今天终于来买了，觉得好爽。